my god， 马桶内壁水流不停怎么办？别担心，可能只是浮球或纸水皮坏了，跟着阿哲一起修修看吧。修理难度一颗星。通常马桶漏水有两种原因，一是浮球或进水器故障，二是纸水皮橡胶变形。先把水箱盖打开观察，如果是水箱满了后还有持续听到进水的声音，那就是要换浮球或是进水器。如果没有异音，那就检查看看纸水皮有没有变形或弹性疲乏。这是好的纸水皮，这是坏的纸水皮，是探险活宝的老皮。这些零件在五金行大卖场都有，而且安装也非常简单。下次马桶漏水了，可以先试着自己修修看啦。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下次见啦，拜。